大帅，没有人。大帅，我这边也没有。这是在宋庄，那些童子手里抱着的，都是嫁妆里的吉利物品，铜镜和鞋子，代表童鞋到老，谭玉，象征子孙满堂。嫁妆，那就是。 有宝贝了！大帅，这……没事吧，大帅？开！都给我打开看看！ 不对，还少一个人，没有他。